老娘叫做吴董彪精，清光绪二十六年响省城出世，今年嫂乐已经104岁。依家啦，我个拉仔同班孙仔住响金山大埠。我记得我个死鬼老母啦，我一样都系个潮女，佢跟埋班财主仔，埋一齐成立咗琳琅幻境。 呢个组织响早期主要玩文明戏，琳琅幻境社响香港中环德记粒街，清朝光绪34年农历闰8月大嘅26日礼拜三成立，宗旨系做埋D，新潮戏，鼓吹反封建迷信，叻停传统中国思想，扫臭官场腐败，话要改良风俗咁话。 所以好受班后生仔女欢迎，通常响重庆戏院、九如坊戏院、太平戏院或者对面海土庆戏院踩台板。清宣统3年正月仲嚟省城演出添，佢哋 D 戏有切和沙三少、叶由自作、林崖勒马、合说奇冤啦、套歌剧、腐乳字母，事关佢哋串果头。 响中华民国12年再上省城演出果市，就被人放火烧到，捻晒，医生拉报警，翻嚟香港要窿中治过晒。不过佢哋后台都系班大春代，大把银子冇有应。我响中华民国15年仲系驼紧只街仔，响1月23日礼拜6朝嚟香港游世界。 一口气睇咗佢哋四出文明戏，响对面海土庆睇梁天来啦多妻女，太平戏院睇果兜靓仔林坤山做大闹梅之虎拉周氏反嫁。中华民国17年夏天，琳琅幻境社搬到去咗中环德富道中52号顶楼，又开多饭足球队嚟玩。 中华民国20年7月22日至24日礼拜三至礼拜五，一连3晚响对面海油麻地圃庆戏院演出梁天来拉埋韩文公。中华民国21年10月1日至3日礼拜6至礼拜一，一连3晚响对面海油麻地圃庆戏院演出《觉悟青年》，广府大戏一展梅人道。 一年暑假后，琳琅幻境社家基开咗间义学。中华民国23年4月26日至29日礼拜4至礼拜，一连4晚响对面海深水埗北河戏院，为咗办家基间贫民义学礼义演，萝卜头打到嚟香港就借晒。 然后响中环干乐道中59号二楼开翻，不过已经唔捻玩话剧，只系搞踢波拉二学。琳琅幻境社间二学，德瑞定中学校长梁端兴拍硬凳借出佢哋响湾仔洛克道389号嗰间敏如茶室啦391号二楼 D 课室俾佢哋开小学1年级至4年级，同埋汉文免费夜学，分别响中华民国38年8月1日礼拜一，同��ι中华民国40年11月1日礼拜四开学。